男孩故事理发记。把你的辫子剪了，害怕吗？帅，肯定帅。现在已经没辫子了。上面的长度有要求吗？멋있는데? 谁呀？我从镜子里面看到你了。你看，你看你后面那个镜子，看到了吧？你看我是闭着眼睛还是没闭眼？没闭眼。现在呢？闭着眼。现在？闭着眼。一直一直张着。
啊。